BLACKPINK 成员 Jennie 因精致外貌和独特气质深受全球粉丝喜爱，而之前有一名菲律宾网红的长相与 Jennie 十分相似，掀起热议。该名网红因猫眼、小圆脸及丰唇神似 Jennie， 瞬间在网上爆红。他时常模仿 Jennie 或是对嘴 BLACKPINK 的歌曲，每支影片最少观看次数都有200,000次，甚至还有多支影片破百万，让网友都惊讶直呼 Jennie 是你妈，戴墨镜更像。不过有部分酸民认为他故意模仿 Jennie 来蹭热度，纷纷留言批评他。不过该名网红依然做自己，偶尔还是会上传模仿 Jennie 的影片。另外，该名网红在菲律宾的知名度大开，许多品牌都抢着与他合作，人气持续水涨船高啊。